您好，我具体介绍一下，我叫王胜香，我今年19岁，我身高1米60，我体重50公斤，我健将运动手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男孩，他今年1岁，我还没去过澳门，我想到澳门工作，赚钱帮助家庭，我会煮饭、洗衣服、打扫、照顾老人、照顾小孩。在澳门工作很辛苦，我受得了，什么事我也可以做，我不怕辛苦，请老板帮助我找好的工作。谢谢老板，我介绍好了。